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有人说啊，咱们戏剧创作呢，素材就是豆浆，思想就是卤水。这豆浆要是没有卤水去点的话，就永远也成不了豆腐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的灵感啊，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对内心的积累的那些生活素材的突然发现。我们感悟生活的能力是天赋，而透视生活的力度呢，就必须通过我们思想和理论。来，咱们可以把书现在打开到52页，我们接着来看。宝宝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上课，你呢？我在想你。我边上课边想你。那你好好听讲吧，下课了再语音电话。中午我和木木去你们学校找你。 OK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下课吧。哎，林同学。嗯，怎么了？咱们开学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联系方式。你看你也玩 QQ， 要不加个好友吧？哦，行啊，我叫大白家的小星星。大白家的，那个你有男朋友吗？有啊。哦，骗人！我看你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。我男朋友可是在剑桥大学读医学呢。达尔文你知道吧，他也是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哟。哦，厉害厉害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行，拜拜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主教学楼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宿舍区域，怎么样，环境是不是还不错？哎，一会儿我带你们两个去湖边玩吧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就不能不在我面前秀恩爱？哎，你就别刺激他了啊！你自己把陆一白赶跑了，你怪谁啊？他现在和杨如英在同一个学校，你就不怕他被拐跑了呀？哼，我才不怕呢！我和我们家陆一白可是有几重缘分的人。再说了，我这是目光长远，我以后可是要和全世界最棒的医生谈恋爱的人呢。嗯，棒棒棒，你最胖了。陈一木，听了他骂我胖，有吗？我没听见。宝贝，我哪敢呀、骂你的闺蜜就等于骂你啊，我绝不干这事儿。哎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重色轻友。逗你呢，逗你呢。陆一白不是说他过段时间回来吗？嗯，你穿这身怎么见你家那位啊？还想儿童装？儿童装，带你买衣服去。好呀，买裙子。这还差不多，原谅你了。走。真的好漂亮啊，好有气质啊。到了。宝宝，实在抱歉，学校有活动，我可能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。
广场这里，有惊喜等你啊。嗯。说巧克力都发完了，人家还没走。他不是东北人，你把我愁死了。你说谁愁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至于这样吗？我衣服都我。谁又曾想到，光芒四射有如白昼的你，与平凡渺小有如星辰的我。终有一天也会交相辉映呢。谁又曾想到，耀眼明亮有如星辰的你，陪伴着孤独寒冷有如黑夜的我，终有一天也被你温暖被你治愈了呢。